扑通，有人丢水沟。对啦，讲到这个七月七号有这个胡奇的小活动要参加一下，他要玩一个游戏叫那个什么 PWNK 哦，根本不会念，就是我报名啦，然后他要我选队友啊，那选队友的方式好像是我们自己要先进行一个预赛的部分，前四名加我总共五个人可以去参加决赛。胡奇出的题目是中文的吗？我不知道欸，他是只有英文的是不是？他没有中文哦。哦，题目都是图片哦，那没差吧？啊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游戏吧。是要我开是不是 ？Free play 这个啊 ，Learn a， 哇靠，真不会念，最终这个是不是？那要怎么玩？哦，要打蚯蚓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好。欸，你们打字也会在上面欸，好可爱哦。有欸，你看月西好正。谁在那边打月西是八七？干你娘！月西骗人，谁在那边月西是三 D 干？白痴！哎、欸，很可爱耶，这样你都看得到，会为哦。谁在那边叫人家还钱啊？月西好可爱，这个是谁？这是谁打的 ？F R O Z 是不是？在不在聊天室？我送你订阅。Character 什么蛙哥 is away， 不在上面的。哎、欸，干什么啦？干谁知道啊？我靠，这个是沙小，哎、欸，这个是沙小啦！你们怎么这么快啊？你们为什么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个？我们有每天练习。你说，所以网络上那些影片上面有马赛克，对你们来说跟没有一样。你们可以完全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淘汰人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奖池累计哦？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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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，你还在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要自己看一下，你自己打字在不在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猜图片是哪款游戏？这个太简单了吧？我想知道谁会错，搞不好有人会错啊！这题还有人不是选索尼克吗？我没骗到大家。啊，月西有没有分数啊？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月西没分数？哎、欸，还是月西人没了？干，月西直接人没了！哎呀，好想玩哦！为什么啊？我没有玩。哎，干白痴哦！哎，他是故意打马赛克，还是他就是这样？这是那个小骑士吗？小小骑士。第三个是死亡细胞，是不是？结果答案是死亡细胞。谁在那边给我抄答案，还全部抄错是怎样？猜食物？哇靠，这啥小啊？这个是美式早餐吧？这个有那个印度哎，那个黑色是什么蛙哥啊？好难哦，这是美式啊？这是英式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看你们这些人是不是他妈都在靠帅啊？烤豆子？哪一个是烤豆子？中间那个不是美国人在吃的吗？有啦，美式有豆子，好棒！黑色那个我真不知道是啥。剩下最后一个吃鸡的是谁？熊姐唯一信仰，有料啊！熊姐，熊粉都这么聪明的吗？对啊，干小羊都是脑残是不是？原因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他说智商不足。Which one is correct? Test your memory.什么意思啊？选正确的图片，哪一个是对的？干，我哪知道？所以这些是实际上这个世界现实存在着的图，是不是？干，我哪知道是哪一个啊？这是浮尸是不是啊？不知道，我知道这是浮尸啊，我哪知道哪一个是对的？干，为什么一好像比较多？哎呀，是对啊！脑残哎，71个脑残，哈哈，想不到啊，加155分。怎么有七十几个哦，一堆零分啊，都不知道福斯长什么样子吧？啊，一堆零分，不知道怎样。感觉月西这一题错，但月西不可能被淘汰。底下有一大堆三题零的，不是，总共不就是只有左边跟右边的选项？你他妈同样一直都猜左边也会有分吧？这个零到底怎么做到的？你就一直猜左边或一直猜右边也会有分数，好不好？零娘，这是哦，这又是猜游戏是不是啊？感游戏真的蛮难的，不过刚那一轮的题目我觉得算简单，可是这一轮的不知道。这是那个哎、欸，这边不可能不选一吧？我靠，这个这么分歧哦，真假的啊？为什么我选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错了？我打二，看我打二，啊，看你娘，看你娘，我说
想说那个地图我熟的哎、欸，哪边有稀有怪我还记得起来哎、欸，我还可以把它圈出来。哎、欸，哇靠，没一个单字会、欸，真难。你要猜他是兄妹还是情侣啊？白痴哦、喔，这谁会呀、啊？干我哪知道啊？这都是名人吗？还是都是路人？原之空怎么算？原之空是真的好看。反正就是一跟二选一个就对了，靠杨寿 ，OK， 这个看起来就有在一起吧，跟你们赌一个订阅，干你娘！什么白痴游戏啊？我不管，我要选全部选二好了，全部选二总会对一题吧？不得不说，他这个腰是真的细耶、欸，他把这个手这么靠近他老二的地方，不是情侣吗？通常不太可能敢把手放在他这么靠近老二的地方吧？是不是？哎。就跟你们说了吧，不是、欸，通常谁会把手放在这么靠近老二的地方啊？不过如果是一的话，那也是很精彩啊，那就是原之空啊。Find the door with the most mini door， 什么意思啊？找最小的，我先看一下。这个也太简单了吧，完全在侮辱我的智商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你们都在打字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看人像脑残是不是啊？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吗？没错，聊天室说的非常好。啊，怎么有一个是还一？怎么那么？干，这个人是太狠了吧？他不想打四人、欸、啊，直接打一，膝盖很硬啊，敢对啊，跪不下去哎、欸，宁愿错也不说谎，真的好狠哦。UAE 是谁啊？阿拉伯联合大公园。你说 UAE 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园哦？是公国。你说跟大安不一样哦？抱歉，我以为是、啊，不是我看错，那字很小一个哦，谁知道啊？啊，那个 Africa 是非洲是不是啊？所以那个 Africa TV 是非洲电视哦？为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？哦，不一样啊！哦，原来不一哦，不是啊，我就250分，想怎样？然后他开滤镜是不是啊？这个会变成左边这个样子哦，同一个人哦。干，就跟你们说不要相信网络上的照片了吧？知道这个世界有多险恶了吧？不会有我啦，干，要是有我，他妈直接去检举这个游戏。这个是女生哦，有奶。不是啊，有奶也不一定啊，有奶就不一定是女生哦。我有两个蛋蛋，你也要一个吗？这什么小啦，废壳啦，话不用跟我说那么多，就是废壳到底。我根本不知道这啥小，不是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，根本看不懂。而且它每一个看起来都像有那么一回事哦。什么意思？叫右边有手？你说这边有手指头哦，还敢跟我观察小细节呀、啊？被骗了吧？哈哈，完全是个白痴商品，受不了。这是什么啦？这一看就真的，可是不一定在亚马逊上面卖，不是吗？干，完蛋了！啊，要买单了！干72，哦，还有起，还能起舞，月西还活着哦，呜呼，舒服。19名，好不好？这应该不会淘汰吧？应该可以进到我们的决胜圈吧？哦吼，刚刚好，活下来嘞！月西，漂亮！电子竞技杨寿说话，看来我们这边吃鸡没什么问题了吧？我就跟大家说了，大难不死必起舞哦，没错，海啸来喽！反正最后一个最好来给我完全靠赛的东西，哈，来了，我 man 的，准备好了吗？各位，可以提前庆功宴了吧？各位，干，怎么用快我一点？很危险，叶西怎么输了一分？干他好快哦，想飞你怎么那么快啊？干你都不用想一下哦，干他网络是不是比我快啊？干好离谱哦，真的很快耶。好，最后一题咯。他比我快吗？干超专注，超级专注。你打错了啊啊啊啊啊啊啊！看到了吧，各位，这就是我真正的实力呀、啊！啊，想不到吧？哎，就
跟你们说轻轻松松啊，第一关差点被刷掉，想不到有这种起承转合、峰回路转。哎，没什么啦，你们还要再挑战我一场哦？我的实力就摆在这边了，你们还看不清楚吗？没有，我要先享受一下那个，我先享受一下此时此刻的荣光时刻。无缘无故，为什么要摸人家腿推？这个如果是一，我他妈就检举他。检举这张照片的人，没摸老二就是一。哦，我们现在判断是变成这样子，没摸老二就是一。干！